2018年6月，欧洲俱乐部在中国网络上谁的人气最高，谁是官方账号中的骚扰狂魔，谁的微信阅读量、微博互动量最多，谁又最爱和球迷粉丝们互动呢？本期四榜告诉你以上问题的答案。2018欧洲俱乐部欧洲官方账号排行榜6月版本，榜单采集欧洲各俱乐部官方微信、微博账号6月份更新和反馈数据，并从发布频率、微信阅读量、微博互动量、内容质量等维度计算评分。相较上期排名，拜仁重回榜首，皇马位列第二，巴萨第三，曼联第四，埃森纳和利物浦并列第五。七到十名分别是 AC 米兰、多特蒙德、国际米兰、切尔西。微博上多特更新条数第一，多达346条。总互动量上，拜仁雄踞榜首，多特、巴萨、利物浦、皇马排名前五。微信方面，埃森纳以77篇占据公众号更新榜首。阅读量方面，曼联排名第一，拜仁、阿森纳、皇马、利物浦紧随其后。四榜对各大豪门中国官方社交账号评价报告，通过对欧洲各大豪门在中国官方社交账号运营状况的深度调查，四榜提出以下评价及建议。一、拜仁慕尼黑526世界杯期间，拜仁推出了拜仁世界杯之多少答题活动，球迷可以通过参与答题获得球星签名卡。此外，官博跟进了每位拜仁球员所在国家队的世界杯赛事，并进行了文字直播，针对拜仁球员较多的德国队推出了快来 pick 你的男神活动，粉丝基础大，参与量较高。二、皇家马德里4886月月初，皇马官博推出了欧冠13冠专题内容，对历史精彩时刻进行回顾。随后皇马官宣了新任主帅洛佩特吉，这也与西班牙世界杯临阵变帅相关，微博上引起了球迷热议。世界杯期间，皇马官博仅跟皇马球员各自的国家队表现，挑选每场比赛球员高光时刻进行播报。三、巴塞罗那474在休赛期对巴萨女足、巴萨青年队等进行了赛季末的高光回顾，在世界杯期间跟进了每位巴萨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各自的国家队表现，加大了视频内容的比重，相较于图文内容更为生动。四、曼联442分在赛季结束后，曼联官媒上俱乐部和世界杯的内容各占一半，在世界杯方面跟进了各位曼联球员在国家队的表现，在俱乐部方面对属于官宣情况及时报道，对历史上的今天进行回顾，更新红魔语录，并推出球衣抽奖活动，保持微信公众号的封面图更新。五、利物浦441分在本土化内容方面对中国区推出的中文印字球衣在双雷平台进行推广，对利物浦香港足校揭幕进行了报道，在端午节、六一儿童节以及高考日都推出了相应的策划。此外，在世界杯期间跟进了自家球员在国家队的高光表现。五、阿森纳441分在6月，阿森纳宣布了多项官宣签约，对各位新加盟的新员进行了科普和预热，推出了新赛季主客场球衣，并在双雷平台推动售卖，推出了大量球员相关的趣味短视频、熟趣味答题、与小球迷互动等。在世界杯期间跟进了自家球员在国家队的高光表现。七、AC 米兰403分在赛季结束后，米兰官没有进行了上赛季的高光回顾及各项盘点。此外，红黑时光机、红黑破格日的固定栏目也在持续更新。在本土化内容方面， AC 米兰校园足球公益活动在三亚举行，官博推出了红黑下一代专题。八、多特蒙德363分6月，多特微博更新条数最多，在高考日推出了多特版考卷，对罗西基退役赛进行了报道，对休赛期间的青年队比赛进行了报道。多特官博整体较为活泼，对以往旧将也足够重视，在世界杯期间对自家球员的国家队表现进行了跟踪，
9. 国际米兰356分推出了蓝黑世界杯栏目，在世界杯期间跟进国米球员在国家队的高光表现。那英格兰由罗马转会国际米兰在当月较为轰动，官媒也对内英格兰推出了专题内容。此外，蓝黑新生代栏目对国米青年队比赛进行了报道。10切尔西349分，切尔西连续两个月推出 iPhone 及球衣抽奖活动，粉丝量增长迅速，也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切尔西球员在世界杯赛场表现良好，并能够在国家队担任主力核心。切尔西也对自家球员的高光表现进行了追踪。本期四榜欧洲俱乐部社交官方账号六月盘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更多权威有趣的新榜单敬请期待。往期四图这么有趣的二维码，你不扫一扫加个关注吗？